皇后。今天参加选美比赛，一开始就让我选择出身，我居然抽到了小乞丐。哼，我不怕，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是如何从小乞丐逆袭为皇后的。上街摆摊，当然选择带购物篮的这套服装了，携带东西方便嘛。我终于身为丫鬟了，为了成为宫女，我要穿左边漂亮一点的衣服。我是宫里最美的宫女，我身为婕妤啦。今天要面见皇上，那我肯定要选一套清新脱俗的绿色服装啊！快看，我被身为答应了。皇上的剑师教我学剑，那我当然穿这套英姿飒爽的服装啦。快看，皇上夸我比花木兰还美呢，我终于成为贵人了。宫中的画师要为我画像，那我当然选仙气飘逸的这套服装啦。哇，皇上夸我像仙女一样呢，我又身为昭仪了。异国的王子来朝见，那我当然穿着端庄典雅一点的服装呀。哇，皇上夸我太美了呢，我被封为贵妃了，太开心了。皇上约我去花园赏花，那我当然要穿花仙子的服装啦。皇上特别喜欢，封我为皇贵妃。今天是皇太后的生辰，那我当然选这套琵琶装啦，我要给皇太后献舞一曲，让她开心。快看，皇上觉得我是上天赐予的礼物，最后我终于被册封为皇后了。